海涛慈悲基金会，秉持佛陀弘化社会、利益众生的慈悲心，积极关怀社会，同时致力于社会净化的工作、监狱关怀、校园讲座等。慈悲是佛道之根本，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，让慈悲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。护持账号50416116，50416116，户名海涛慈悲基金会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初发心功德品，唐于田国，三藏沙门，时差难陀译。尔时佛神力故，十方各一万佛刹，回程数世界六种震动。所谓动、片动、等片动，起、片起、等片起，涌、片涌、等片涌，震、片震、等片震，吼片吼等片吼，急片急等片急，欲种天花、天香、天末香、天花蔓、天衣、天宝、天庄严具，作天祭月，放天光明及天音声。是时十方各过十佛刹，回程数世界外，有万佛刹围成数佛，同名法会，各现其身，在法会菩萨前，作如是言：善哉善哉，法会，汝于今者能说此法，我等十方各万佛刹围成数佛，亦说是法，一切诸佛悉如是说。汝说此法时，有万佛刹为成数菩萨发菩提心，我等今者悉受其记，于当来世过千不可说无边劫，同一劫中而得作佛初心于世，皆号清净心如来，所住世界各个差别，我等悉当护持此法，令未来世一切菩萨未曾闻者皆悉得闻。如此娑婆世界四天下须弥顶上说如是法，令诸众生闻已受化。如是十方百千亿那由他，无数无量无边无等，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，尽法界虚空界诸世界中，一说此法教化众生。其说法者同名法会，悉以佛神力故，世尊本愿力故，为欲显示佛法故，为以智光普照故，为欲开阐实义故，为令证得法性故，为令众会悉欢喜故，为欲开示佛法因故，为得一切佛平等故，为了法界无有二故，说如是法，
尔时，法会菩萨普观尽虚空界十方国土一切众会，欲悉成就诸众生故，欲悉尽至诸业果报故，欲悉开显清净法界故，欲悉拔除杂染根本故，欲悉增长广大信解故，欲悉令知无量众生根故，欲悉令知三世法平等故，欲悉令观察涅槃界故，欲增长自清净善根故，成佛威力，即说颂言：威力世间发大心，其心普遍于十方众生国土三世法，佛及菩萨最甚海，究竟虚空等法界，所有一切诸世间，如诸佛法皆往矣，如是发心无退转，此念众生无暂舍，离诸恼害普饶矣，光明照世为所归，实力护念难思议，十方国土悉去入，一切色形皆示现，如佛福智广无边，随顺修因无所着，有刹养住或旁覆，粗妙广大无量种，菩萨一发最上心，悉能往矣皆无碍，菩萨圣行不可说，皆勤修习无所住，见一切佛常心要，普入于其身法海，哀鸣舞去诸群身，定除垢秽普清净，受龙佛种不断绝，摧灭魔功无有余，以助如来平等性，善修微妙方便道，于佛境界起信心，得佛灌顶心无着，两足尊所念报恩，心如金刚不可举，于佛所行能照了，自然修习菩提行，诸趣差别想无量，业果即心亦非一，乃至根性种种殊，一发大心悉明见，其心广大等法界，无依无变如虚空，去向佛智无所取，地了实际离分别，知众生心无声响，了达诸法无法想，虽普分别无分别，亦那由刹皆往矣，无量诸佛妙法藏，随顺观察悉能入，众生根行迷不知，到如是处如是尊，清净大愿恒相应，要供如来不退转，人天见者无厌足，常为诸佛所护念，其心清净无所依，虽观身法而不取，如是思维无量劫，于三世中无所着，其心坚固难自举，去佛菩提无障碍，只求妙道除蒙惑，周行法界不告劳，知语言法皆即灭，但入真如觉意解，诸佛境界悉顺观，达于三世心无碍，菩萨始发广大心，即能遍往十方刹，法门无量不可说，智光普照皆明了，大悲广度最无比，慈心普遍等虚空，而于众生不分别，如是清净游于世，十方众生悉未安，一切所作皆真实，恒以静心不异语，常为诸佛共加护，过去所有皆意念，未来一切悉分别，十方世界普入中，为度众生令出离，菩萨具足妙智光，善了因缘无有疑，一切迷惑皆除断，如是而游于法界，魔王宫殿悉摧破，众生亦莫嫌除灭，离诸分别心不动，善了如来之境界，三世以往悉已除，于如来所起净信，以信得成不动智，智清净故解真实，为令众生得出离，尽于后继普饶矣，常时勤苦心无厌，乃至地狱亦安受，福智无量皆具足，
众生根欲悉了知，及诸业行无不见，如其所要为说法，了知一切空无我，此念众生恒不舍，以一大悲为妙音，普入世间而演说，放大光明种种色，普照众生除黑暗，光中菩萨作莲花，为众阐扬清净法，于一毛端现众刹，诸大菩萨皆充满，众会智慧各不同，悉能明了众生心，十方世界不可说，一念周行无不尽，利益众生供养佛，于诸佛所问深意，于诸如来作复想，为利众生修觉行，智慧善巧通法藏，入深至处无所着，随顺思维说法界，经无量劫不可尽，至虽善入无处所，无有疲厌无所着，三世诸佛家中生，正得如来妙法身，普为群生现众色，譬如幻师无不作，或现始修殊胜行，或现出生即出家，或现树下成菩提，或为众生示涅槃，菩萨所住稀有法，为佛境界非二乘，身与意想皆已除，种种随宜悉能现，菩萨所得诸佛法，众生思维发狂乱，至入实际心无碍，普现如来自在力，此于世间无余等，何况复增殊胜行，虽未具足一切智，已获如来自在力，以助究竟一乘道，深入微妙最上法，善知众生实非实，为利益故现神通，本身遍满一切刹，放尽光明除世暗，譬如龙王起大云，普遇妙语悉充洽，观察众生如幻梦，以业力故常流转，大悲哀悯贤救拔，为说无为尽法性，佛力无量此亦然，譬如虚空无有边，为令众生得解脱，一劫勤修而不倦，种种思维妙功德，善修无上第一业，于诸圣行恒不舍，专念深沉一切智，一生视现无量身，一切世界悉周遍，其心清净无分别，一念难思力如是，于诸世间不分别，于一切法无妄想，随观诸法而不取，恒救众生无所度，一切世间唯是想，于中种种各差别，知想境界显且深，会现神通而救脱，譬如幻师自在力，菩萨神变亦如是，身遍法界及虚空，随众生心迷不见，能所分别二距离，杂染清净无所取，若福若解至希望，但愿普与众生乐，一切世间为想力，以至而入心无畏，思维诸法亦复然，三世推求不可得，能入过去必前继，能入未来必后继，能入现在一切处，常勤观察无所有，随顺涅槃即涅法，住于无争无所依，心如实际无余等，专向菩提永不退，修诸圣行无退却，安住菩提不动摇，佛及菩萨与世间，尽于法界皆明了，欲得最胜第一道，为一切智解脱王，应当速发菩提心，永尽诸漏利群生，去向菩提心清净，功德广大不可说，为利众生故称述，汝等诸贤应善听，无量世界尽为尘，第一尘中无量刹，其中诸佛皆无量，悉能明见无所取，善知众生无声响，善知言语无余响，于诸世界心无碍，
悉善了知无所着，其心广大如虚空，于三世事悉明达，一切疑惑皆除灭，正观佛法无所取，十方无量诸国土，一念往矣心无着，了达世间众苦法，悉住无生真实际，无量难思诸佛所，悉往彼会而敬业，常为上首问如来菩萨所修诸愿行，心常意念十方佛，而无所依无所取，恒劝众生种善根，庄严国土令清净，一切去生三有处，以无碍眼闲观察，所有习性诸根解，无量无边悉明见，众生心要悉了知，如是随疑为说法，于诸染净皆通达，令彼修智入于道，无量无数诸三昧菩萨一念皆能入，于中想至即所缘，悉善了知得自在，菩萨获此广大智，即向菩提无所碍，为欲利益诸群生，处处宣扬大人法，善知世间长短节，一月半月即昼夜，国土个别性平等，常勤观察不放逸，普益十方诸世界，而于方处无所取，严禁国土悉无余，亦不曾生净分别，众生是处若非处，即以诸业感报别，随顺思维入佛力，于此一切悉了知，一切世间种种性，种种所行住三有，立根即与中下根，如是一切闲观察，尽与不尽种种解，甚烈集中悉明见，一切众生至处行，三有相续皆能说，禅定解脱诸三昧，染净因起各不同，即以先世苦乐殊，尽修佛力贤能见，众生业惑续诸趣，断此诸趣得即灭，种种漏法永不生，并其习种悉了知，如来烦恼皆除尽，大智光明照于世，菩萨于佛实力中，虽未证得亦无疑，菩萨于一毛孔中，普现十方无量刹，或有杂染或清净，种种业作皆能了，依微尘中无量刹，无量诸佛及佛子，诸刹个别无杂乱，如依一切悉明见，于一毛孔见十方，尽虚空界诸世间，无有一处空无佛，如是佛刹悉清净，于毛孔中见佛刹，复见一切诸众生，三世六趣各不同，昼夜月时有福解，如是大智诸菩萨，专心去向法王位，于佛所住顺思维，而获无边大欢喜，菩萨分身无量意，供养一切诸如来，神通变现甚无比，佛所行处皆能住，无量佛所皆赞扬，所有法藏悉单位，见佛闻法勤修行，如饮甘露心欢喜，以获如来胜三昧，善入诸法智增长，信心不动如须弥，普作群生功德藏，慈心广大遍众生，悉愿集成一切智，而恒无着无依处，离诸烦恼得自在，哀悯众生广大智，普摄一切同于己，知空无相无真实，而行其心不懈退，菩萨发心功德量，一劫称扬不可尽，以出一切诸如来，独觉声闻安乐故，十方国土诸众生，皆悉施安无量劫，劝持五戒及十善，四禅四等诸定处，复于多劫施安乐，令断诸惑成罗汉，彼诸福聚虽无量，
不与发心功德比，又叫一众成缘觉，或无真行为妙道，以彼而叫菩提心，算数譬喻无能及，一念能过成数刹，如是精于无量劫，此诸刹数尚可量，发心功德不可知，过去未来及现在，所有劫数无边量，此诸劫数犹可知，发心功德无能测，以菩提心遍十方，所有分别迷不知，一念三世悉明达，利益无量众生故，十方世界诸众生欲解方便亦所行，即以虚空即可测，发心功德难知量，菩萨志愿等十方，慈心普洽诸群生，悉使修成佛功德，是故其力无边际，众生欲解心所要，诸根方便行个别，于一念中悉了知，一切智智心同等，一切众生诸惑业，三有相续无暂断，此诸边际尚可知，发心功德难思议，发心能离业烦恼，供养一切诸如来，业或即离相续断，苦于三世得解脱，一念供养无边佛，亦供无数诸众生，悉以香花及妙曼，宝幢翻盖上衣服，每时真坐金行处，种种宫殿悉言好，毗卢遮那妙宝珠，如意摩尼发光耀，念念如是持供养，今无量劫不可说，其人福聚虽富多，不及发心功德大，所说种种众譬喻，无有能及菩提心，以诸三世人中尊，皆从发心而得生，发心无碍无期限，欲求其量不可得，一切智智事必成，所有众生皆永度，发心广大等虚空，生诸功德同法界，所行普遍如无异，永离众浊佛平等，一切法门无不入，一切国土悉能往，一切智尽贤通达，一切功德皆成就，一切能舍恒相续，尽诸戒品无所着，具足无上大功德，常勤精进不退转，入身禅定恒思维，广大智慧共相应，此是菩萨最圣地，出生一切普贤道，三世一切诸如来，弥不护念出发心，悉以三昧陀罗尼，神通变化共庄严，十方众生无有量，世界虚空亦如是，发心无量过于彼，是故能生一切佛，菩提心是十力本，亦为四遍无畏本，十八不共亦复然，莫不皆从发心得，诸佛色相庄严身，即以平等妙法身，智慧无着所应供，悉以发心而得有，一切独觉身闻称，色界诸禅三昧乐，即无色界诸三昧，悉以发心作其本，一切人天自在乐，即以诸趣种种乐，净定根利等众乐，弥不皆由出发心，也因发起广大心，则能修行六种度，劝诸众生行正行，于三界中受安乐，诸佛无碍实义智，所有妙业咸开阐，能令无量诸众生悉断惑业向涅槃，智慧光明如近日，众恨具足有满月，功德常盈辟巨海，无垢无碍同虚空，普发无边功德愿，悉与一切众生乐，尽未来际依愿行，常勤修习度众生，无量大愿难思议，愿令众生悉清净，空无相愿无依处，以愿力故皆明显，
了法自性如虚空，一切即灭悉平等，法门无数不可说，为众生说无所着。十方世界诸如来，悉共赞叹初发心。此心无量得所言，能到彼岸同于佛。如众生数而许劫，说其功德不可尽，以助如来广大家，三界诸法无能御，欲知一切诸佛法，以应速发菩提心。此行功德中最甚，必得如来无碍智，众生先行可数之，国土围城亦复然，虚空遍计乍可量，发心功德无能测，出生三世一切佛，成就世间一切乐，增长一切圣功德，永断一切诸疑惑，开示一切妙境界，净除一切诸障碍，成就一切清净刹，出生一切如来智，欲见十方一切佛，欲施无尽功德藏，欲灭众生诸苦恼，宜应速发菩提心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初发心功德品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